可以经历一个很魔幻的，你可以从70年代到90年代到此时此刻，这是一个岛国时空史诗之旅。我们从很朴实的70年代，一场爱情的追寻，到90年代一个经济泡沫，然后人们如何面对自己的价值的追求，然后一直走到最后一个喜剧，然后大家在寻求自己的认同。他有些虚字堆叠的选择，我吃饱啦，跟我吃饱哦，那不一样。找看卖啊，有啥咪空空无？找看卖啊，有啥咪空空无？这么结合当地文化的，就是做了一个真的很大幅度的改编，但是却保有那个莎士比亚剧本最核心精神的一个改编的方式。这是一出属于台湾人的莎剧。我想要透过莎剧的眼睛，或跟他聊天中，或带他看着台湾的人们，看见我们的时空下的人们如何刚好活得如莎士比亚的人物一般。所以我们的人们跟他的人们在对话，而这在我们戏里也真实的发生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不同的生活片刻当中，有一些莎剧的语言或者是莎剧的内容，其实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。